等一下 action 之后就一样先尴尬，然后看弄好再，就是已经摆好筷子，然后尴尬了，然后就讲他自尊，讲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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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然后真的在你们家好 ，OK。林演那边也是。等一下，然后你跟李维说，等一下的情绪会。